这项与社会康乐活动相配合的台东县全民文化精神建设活动中，有全县各级中学的男女同学和社会青年20000人参加。今天起，分别在日丰、太平、丰原、东势、后里6个地区，争取了多彩多姿的活动高潮。这项与学校力量移转社会风气的活动，是把青年活动的基层精神来促进全民文化精神建设，并与小康立法、消灭贫穷运动相配合，净化市容，采热身心，使人民成为整齐清洁、守秩序的现代化工。